到这个比赛，我还是觉得非常熟悉吧，然后也是我第三次来到这个场馆比赛。虽然说可能去年拿了冠军吧，但是我觉得今年还是一场一场打，还是比较熟悉吧。首先对场馆非常熟悉，我觉得另一个让我比较熟悉的还是场下有很多中国的观众在为我加油吧。然后但是球台是有一些区别吧。下一场应该是对韩国的徐孝元吧，然后也是一场都没有跟他交手过，然后明天也是第一次跟他交手吧。也是一个特殊打法选手吧，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